收听收睇本期嘅生活调查团，我系嘉嘉。嗱，节目一开始咧，想温馨提示一下电视机前嘅你哋嘅，就系记得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嘅八点半咧，锁定公共频道生活调查团，因为我哋咧会上门登门拜访，送大礼、送惊喜俾你哋嘅，所以咧记得要 mark 实我哋嘅生活调查团公共频道啦。咁好啦，马上进入到我哋今日嘅主要话题，究竟我哋今期要调查啲咩咧？马上去片睇睇啦。哇！打比大剑喎、啊，今晚。爸爸，我颈渴啊，我想饮奶啊。啊，啱啦。诶，琴日先买咗一大扎翻嚟，嚟酸奶啦，快啲大啊！等等等，你识乜鬼啊，老豆？呢啲啊，大人饮噶，细路仔唔可以饮噶，细路仔要饮呢啲，呢啲先系专门为儿童设计嘅。你睇呢、這个。有 DHA 啦，咩乳酸菌啦，饮呢个先好啊！哇，大人嗰啲边有啲咁嘅营养？阿女啊咁瘦，梗系要饮呢啲补充下营养噶啦，考试就会100分添噶。究竟喺啲普通酸奶啊，定喺儿童酸奶咁适合俾儿童饮呢？唔通啲儿童酸奶真系对小朋友咁有益？咁呢啲号称益智健君嘅儿童酸奶，究竟当中有几多嘅有益成分？而且佢又可唔可以达到家长心目中期待嗰种理想嘅效果呢？咁我哋今期节目就带住大家一一调查清楚。其实平时饮奶系因为乳制品可以帮我哋个人体提供优质而且丰富嘅蛋白质同钙质。喺呢一点上面，酸奶同鲜奶都系唔错嘅选择。但系点解越嚟越多人中意饮酸奶呢？仲有一个重要原因。下面我哋听下专家嘅话。酸奶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不是添加一些无益的东西的情况之下，它是比正常牛奶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在个工艺流程的过程中，它会将这些乳糖、糖类啊，同埋那个蛋白质分解成一些小分子，所以人体就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乳糖不耐症，亦就是喝鲜奶容易产生腹痛、腹胀、腹泻等症状。这个由于牛奶当中大约含有4%到5%的乳糖，而酸奶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发酵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的乳糖酶，它可以将合成乳糖的葡萄糖和半乳糖这两种成分完全分开，令到奶里面的营养成分更加好感吸收利用，因此酸奶成为很多人的首选。一直以嚟，酸奶以佢富含丰富嘅优质乳蛋白以及一试难忘嘅独特口感咧，系俘虏咗唔少消费者嘅心噶。而近几年嚟咧，亦都有越嚟越多五花八门嘅针对于小朋友专门打造嘅一啲儿童食品啦。咁所以话儿童酸奶就腾空而出啦。而且咧，再加上而家咧，亦都有好多嗰啲亲子节目咧喺度热播紧啦。呢啲酸奶咧，亦都借助呢啲明星爸爸同埋明星小朋友嘅人气咧，而水涨船高噶。作为牛奶的一支细分产品，儿童酸奶在现在在市面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家长们本着对小朋友的健康的重视，对选择孩子饮的酸奶也都格外重视。不过面对着五花八门的酸奶产品，不少家长在选择上也都存在疑问。而儿童酸奶的出现也都让家长们解决了这个烦恼。只不过这个儿童酸奶真的比普通酸奶更加适合小朋友吃吗？会有啊，有有买系有噶，我都睇到了解下。医生咩咩咩菌啊，嗰啲啊 ，DHA 嗰啲啊，肠胃功能比较好咯，然后吸收都比较好，肠胃好啲咁嘅啫。肠胃啊，同埋嗰啲健康啊嗰啲问题咯。经过一轮街访，发现95%嘅家长都有俾自己嘅小朋友购买儿童酸奶，而佢哋最睇重嘅系小朋友中唔中意食同埋儿童酸奶嘅营养成分。嗱，家长们都话啦，主要咧买呢啲咁嘅儿童酸奶俾小朋友食，都系因为佢哋中意食。咁究竟系小朋友中意呢啲口味啊，抑或系受到各大热播紧嘅综艺节目嘅影响，所以先至中意上呢啲咁嘅儿童酸奶咧？咁针对呢啲问题，阵间我哋就会一齐去做翻个实验嘅。咁喺实验之前咧，我哋首先嚟睇睇台面上放住嘅六款酸奶先啦。台面上已经放好啦，工作人员从市面上购买了三款畅销的儿童酸奶和三款畅销的普通酸奶。接下来我们会请小朋友对他们进行一个喜爱程度评分。不过在实验之前，我们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各位观众朋友都看到了，现在台面上放着的六款酸奶，右手边的三款就是儿童酸奶，而左手边的三款就是大人的普通酸奶来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包装其实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好像小朋友
朋友呢邊咧，佢嘅顏色咧就會比較多樣一啲啦，顏色係比較艷麗嘅，而且咧仲要有小朋友好中意嘅卡通人物添。但係大人呢邊咧就會色彩單一啲啦，同埋簡單一啲嘅。咁為咗公平起見咧，陣間我哋就會將佢哋嘅包裝紙咧就搣咗佢，然之後咧將上面咧仲要封上呢個白色嘅呢個紙啦。咁啊睇上去咧就全部都一樣嘅。然之後單憑口味俾小朋友去揀，睇下佢哋會比較中意邊一種啦。一轉場咧，我哋已經立齊架撐，拎咗六款嘅酸奶咧，嚟到咗一間非常之靚嘅公園，以及喺我身邊咧就有一群非常非常之得意嘅餵食貓。Hello， 跟我們電視之前的觀眾朋友打聲招呼好不好？你們好嗎？哎，那我想問一下，我們身邊的這些可愛的小朋友，你們平常喜不喜歡喝酸奶？喜歡，都超喜歡的，是不是？是。誰最喜歡？我。那誰現在最想喝？我哋会将小朋友们试食事先准备好嘅六款酸奶，并且投票得出佢哋对唔同酸奶嘅喜爱程度。究竟边一款酸奶更加适合小朋友嘅胃口呢？系普通嘅酸奶定系儿童酸奶啊？接住落嚟，我哋拭目以待。刚刚呢，我们就一到六号的酸奶都喝过了，对不对？然后哪一款才是你们最喜欢喝的？你们觉得味道最好的呢？好，来，快点过来，我们拿贴纸来投票。嗱，从今次嘅盲测结果嚟睇咧，我哋可以好明显咁见到一二三号咧系有压倒性优势嘅，而啱好咧呢一二三号就系儿童酸奶，睇嚟儿童酸奶嘅口味咧已经系深深咁俘虏咗呢啲小朋友嘅心啦。唔通小朋友中意嘅真系儿童酸奶佢本身？咁样嘅投票结果究竟系点解啊？因为这种味道比其他的那种味道。因为它好甜的，我喜欢喝甜的。通过今次实验咧，我哋知道啦，一二三号嘅酸奶咧就最受小朋友欢迎啦。而佢哋咧亦都话啦，呢三款嘅酸奶咧口感系比较甜，而且饮起身咧亦都比较好味嘅。咁啱好咧，呢一二三号嘅酸奶就系儿童酸奶。咁系咪就话儿童酸奶比普通嘅酸奶口感要甜一啲？咁我哋亦都唔可以单单凭呢个味觉咧就去下结论嘅。所以咧，我哋都会将佢哋咧送去专业嘅检测机构，睇下呢六款嘅酸奶佢哋嘅含糖量会有几高啦。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我们六款样品的结果出来了。一号样品含糖量是每100克当中有 17.1 克，二号样品是每100克当中有 15.7 克，三号样品是每100克当中有 16.3 克，四号样品是每100克当中有 11.1 克，五号样品是每100克当中只有 10.2 克，六号样品是每100克当中有 10.9 克。数据显示，儿童酸奶的含糖量确实要比普通的酸奶的要高一点。这样的儿童酸奶对小朋友又好不好？好啊，因为依家啲商家为咗迎合啲小朋友嘅口味啊，会添加好多糖。咁但系如果添加到好多糖嘅话，就出现咩问题呢？就会造成一啲小朋友成日饮咧，就会造成一个能量嘅过剩，导致一个肥胖症嘅出现。而肥胖症嘅小朋友咧，将来会发生高血压咧、高血脂、高血糖呢啲情况嘅几率就会比较高。我哋知道儿童酸奶系为咗迎合小朋友嘅口味，特登喺儿童酸奶当中添加咗糖分。原来小朋友之所以会更加中意儿童酸奶，并唔系因为酸奶本身，而系因为佢嘅各种甜味剂同香精欺骗咗小朋友。好味道咧，当然就系小朋友可以投出神圣一票嘅重要原因。但系呢六种酸奶，佢哋嘅口感又会有啲乜嘢唔同呢？嗱，当然唔可以话我自己试两啖啊，然之后讲俾大家听点样样嘅，就妄下结论啦。我哋应该要做得更加科学一啲。咁所以咧，我哋都系通过一个实验嚟睇一睇啦，嚟对比一下呢六种嘅酸奶，佢哋嘅质地上面有啲乜嘢唔同嘅差别。嗱，首先咧，我哋就准备咗呢六支嘅酸奶咧，放喺个面前啦，然之后咧，仲有六个培养皿，是拎嚟做乜嘢嘅咧？我哋稍后咧就会将酸奶入面嘅奶咧就倒落去个培养皿度，然之后一齐观察一下啦。好啦，咁六款嘅酸奶咧都已经全部倒晒出嚟啦。嗱，咁立眼睇咧，其实就冇太大嘅区别嘅。不过从黏稠度上面去睇嘅话，嗱，我哋可以见到啦。類似呢一種嘅話，其實佢係流得比較快嘅啦，即係話比較稀釋一啲嘅。
但我哋再嚟睇下呢一種五號嘅，佢雖然話都係流得喐，但係流嘅速度咧明顯就緩慢過六號好多。我哋再嚟睇下四號啦。嗱，四號嘅話咧，亦都係明顯比較稀一啲嘅。嗱，我哋再嚟睇下三號。嗱，三號嘅話咧，我哋仲可以見到咧有一嚿嚿結咗塊咁樣嘅感覺咧，係附著咗喺上面嘅。嗱，我哋再嚟睇下第二號啦。第二號都是比較稀一啲啲嘅，同埋一號，一號相對於其他呢種包裝嘅奶嚟講嘅話咧，濃稠度都是稍微高少少嘅。酸奶嘅黏稠度各有不同，究竟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咧？我哋嘅小朋友飲兒童酸奶究竟可以獲得幾多好處啊？酸奶同自制酸奶相比起身，邊個更勝一籌咧？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為你調查。嗱，咁點解同樣都係酸奶啦，佢哋嘅差別就會有咁大嘅？佢哋嘅質地之所以唔同，又因為啲乜嘢咧？實際上呢啲係凝固劑起個作用咯。凝固劑喺奶裏邊唔係一個必須嘅添加劑，本身佢蛋白質即係喺個工藝流程嘅過程中發酵過程中，佢就會凝固，就會使呢個酸奶呈一定嘅，即係比普通嘅牛奶要成，即係話嗰個。性狀就會改變，就會有一定的凝固作用。專家就話，雖然一些天然增稠劑相對安全一些，但它的作用只是改善口感，在奶裏面也不是必需的，而酸奶的黏稠度和營養並沒有直接影響的關係。之前咧，我哋就將兒童酸奶同埋普通酸奶咧，就做咗兩個方面嘅對比嘅，分別就係佢嘅口感啦，同埋口味上面嘅一個測試。咁發覺咧，其實唔同嘅酸奶咧，都有住唔同嘅口感同埋唔同嘅口味嘅。咁之前咧，專家亦都同我哋講啦，話其實比較受兒童歡迎嘅嗰幾款酸奶咧，都係有唔少嘅食品添加劑嘅。咁比如話有增甜劑啊、香精啊，又或者係增稠劑等等添。咁聽到呢度咧，電視機前嘅觀眾朋友係咪已經？開始唔淡定了。作為父母，我哋都希望喺小朋友食嘅食物當中冇添加劑。好多人覺得食品添加劑唔係啲咩好嘢，恨不得將所有嘅食品都係零添加。咁呢啲嘅兒童酸奶入邊添加嘅呢啲添加劑，究竟係滴定係油咧？而係加啲凝固劑啊等等啊，呢啲都係唔緊要嘅，因為好多凝固劑都係天然嘅，啊唔會對身體有咩害處。嗱，專家都同我哋講啦，合理咁樣使用添加劑咧，就唔會俾小朋友嘅身體造成傷害嘅。所以話家長朋友咧，真正應該關注嘅就係兒童奶嘅營養。咁講到酸奶嘅營養咧，首當其衝應該提及到嘅就係當中富含嘅豐富嘅優質蛋白啦。蛋白質其實對於我哋普通人嚟講都係必須嘅，對小朋友身體發育嚟講更係必須嘅。佢係建造我哋身體嘅所有大部分成分，係佢係一個必須嘅成分。專家話蛋白質對於小朋友嘅語言、記憶、思考、運動都起住重要嘅作用。咁到底呢一啲小朋友專門飲嘅兒童酸奶入邊嘅蛋白質，會唔會比普通酸奶嘅蛋白質要高嘅呢？我哋再次将六款酸奶送到专业检测机构，检测佢哋各自嘅蛋白质。检测结果显示，送检嘅三款儿童酸奶，每100克样品当中嘅蛋白质含量最低系2.7克，最高系3.3克；而三款普通酸奶嘅蛋白质含量最高系每100克有3.4克，最低嘅系有2.9克。虽然数据显示普通酸奶嘅蛋白质会多一啲，但系检测员就同我哋讲，其实呢啲微小嘅差异系可以不略不计噶。從我哋今次所做嘅專業檢測所得出嘅數據嚟睇咧，普通嘅酸奶同兒童酸奶其中嘅蛋白質含量咧，其實係冇乜太大嘅區別。咁唔通健兒益智呢啲宣傳口號，只不過係商家嘅一個噱頭嚟嘅？我哋仲對兒童酸奶嘅功能性抱有最後一啲嘅希望，亦都可以見到呢啲產品幾乎都喺十分醒目嘅位置標注咗高鈣、藻油等等嘅字眼，仲有一啲強調添加咗混合果蔬汁、維生素、益生元。不過孩子們究竟從呢啲嘅兒童酸奶嘅營養當中可以得到幾多好處咧？呢啲 DHA 啊，呢啲啊等等呢啲物質，實際上係好多食品裏面都可以提供嘅，譬如我哋小朋友可以多食啲魚啦。
吃啲核桃啦，等等就可以提供比較豐富嘅 DHA。咁如果你另外添加到嗰、那個酸奶裏邊，係其實係冇乜太大嘅必要，因為你要達到一個好入達到一個效果嘅話，你必須要有足夠嘅濃度。如果你添加足夠嘅濃度，可能會影響到奶嘅本身存在嗰個價值。即係兒童酸奶咧，包裝精美，營養更加豐富全面，好似更加適合於小朋友去飲用。但係其實咧，這個兒童酸奶同普通嘅酸奶咧，實質上係並冇太大嘅區別，只不過喺做嘅過程當中咧，會添加咗多一啲 DHA 藻油啦、維生素啦，又或者果蔬汁呢啲等等嘅。咁但係好似呢啲咁嘅營養咧，喺我哋平時嘅膳食當中都係可以大量咁攝取嘅喎。所以呢一種針對於兒童嘅兒童酸奶咧，其實更加多只係商家嘅一個噱頭。并冇实质上嘅太大意义噶。调查到呢度，新嘅问题就随之而嚟啦。呢啲嘅酸奶究竟系普通嘅酸奶好啊，定系自制嘅好呢？随住日常生活嘅各个方面嘅发展，人们对各个方面嘅要求亦都越嚟越高，尤其系饮食越嚟越讲究无添加、无公害，于是自制酸奶就越嚟越受到大家嘅认可。但系呢啲自制嘅酸奶真系比市面上面卖嘅酸奶要好吗？接住落嚟，我哋继续调查。酸奶当中除了富含丰富的蛋白质之外，入面还有一种具有保健作用的乳酸菌。这些乳酸菌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也有很多的好处的。究竟有什么作用呢？马上去听听啦。它可以帮助我们提供我们的免疫力，那个抵御这个有害菌的侵略，和它抗衡，所以呢可以那个帮助我们预防疾病。另外一个呢，它可以调节肠胃的消化能力，促進我哋嗰個小朋友嗰嗰個營養吸收。嗱，專家都話咧，一切看似美好嘅保健作用咧，都必須要等乳酸菌經過胃酸嘅百般折磨之後，到達腸道先至可以發揮出嚟嘅。咁唔知道呢個自制酸奶同普通酸奶係咪都可以做到呢一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是要通过专业检测的手段来解答。不过在这个之前，我们还要自制一些酸奶作为这一次实验的样品。其实自己制酸奶呢，方法都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用到电磁炉啦，还有一个煲啦，以及一个自制的酸奶机。在材料方面呢，我们就要准备新鲜的牛奶，以及非常重要的这个乳酸菌啦，就可以很轻松地去整咗酸奶出嚟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即刻嚟整下啦。其实自制酸奶都系好简单噶，首先要先对先牛奶进行加热杀毒，将适量嘅牛奶倒入个镬度，用小火加热，等到牛奶加热到冇烟就可以关火噶啦。这个时候将乳酸菌加入到牛奶当中，并且搅拌均匀，放喺酸奶机发酵三个钟。经过三个钟的漫长等待之后呢，我们的自制酸奶已经完成了。那我们马上呢就掀开个盖看看先。嗱，我哋可以見到啦，我自制嘅呢一個酸奶咧，其實真係同市面上賣嘅嗰個咧就冇太大嘅區別嘅，色香味俱全，可以話係滿分酸奶。係，而另外咧，我亦都準備咗一個喺市面上買翻嚟嘅普通酸奶啦。咁究竟呢兩種嘅酸奶當中嘅乳酸菌含量有幾多咧？同埋呢啲乳酸菌又可唔可以經得起胃酸嘅考驗？最後又可以剩得翻幾多咧？我哋陣間咧就會將佢打包入去呢一个樽仔度啦，然之后送去专业嘅检测机构做翻个检测啦。实验员取一份样品放到一定比例嘅模拟胃液当中，放置一个半钟之后，我哋再攞呢两份嘅胃液同酸奶嘅混合液检测佢哋剩余嘅乳酸菌。结果显示两份酸奶喺实验前嘅乳酸菌含量系相差唔远噶。自制酸奶实验之后嘅乳酸菌失活率达到97%，而普通嘅酸奶实验嘅乳酸菌失活率只有40%。從檢測數據嚟睇，實驗前兩組酸奶嘅乳酸菌含量咧，其實都係相差無幾嘅。但點解喺相同環境、相同温度之下，乳酸菌嘅失活率就相差成50%咁多嘅咧？其實呢個係工藝流程嘅問題。咁我哋本身喺家庭裏面做一個温度啦、一個酸性啦等等呢啲會受到限制。咁如果喺工藝流程上面，佢可以確保呢啲條件嘅存在，咁裏面嗰啲有益菌生存落嚟，佢個活性就會有一定嘅增，即係有一定嘅保障。由於自制酸奶嘅乳酸菌只係自然發酵出嚟，佢會受到温度、環境條件等等因素影響，所以佢嘅耐酸性係好一般。基本上一碰到胃酸就會被分解，而市面上普通嘅酸奶，佢哋嘅
企業會對佢哋嘅內酸性進行研究同改良，所以佢哋所發酵出嚟嘅乳酸菌嘅內酸性相對會好一啲。如果你係想起到保健效果而食自制酸奶嘅話咧，咁喺呢度只可以遺憾咁同大家講啦，呢一種保健嘅可能性咧係非常之細嘅。當你食呢啲自制酸奶到到個胃嘅時候咧，呢啲乳酸菌已經係去得無影無蹤啦。即使話非常之幸運咁殘留咗少少喺我哋嘅腸道，而咁細嘅量咧，亦都冇辦法起到有效嘅保健作用㗎。生活调查团在这里提醒你，儿童酸奶和普通的酸奶几乎一样，而它额外添加的营养添加剂并不可以起到什么有益的效果，而益智健骨等等的宣传口号只是商家的噱头。而自制的酸奶虽然比人感觉更加安全，但是最重要的乳酸菌因为耐酸性不够并不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综合来看，普通酸奶就已经是非常之不错的选择。节目的最后要再一次温馨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的8:30锁定公共频道生活调查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去到不同的小区逐家逐户这样上门去敲门送大礼的。只要在打开门的那一刻你看的是我们的生活调查团，而且可以顺利答出我们工作人员提出的问题，就可以获得免费的大礼品了。你们准备好没呢？马上开门啦！是我们送你的大礼包，谢谢，谢谢，谢谢，多谢，多谢。哎，我们不如来这家看一看，看他们有没有在收看我们节目呢？嘿，你好，你好，我们是公共频道生活调查团栏目组的。那我刚刚进门呢，发现啊，林女士就一直在收看我们的公共频道，所以呢，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达到了。我首先呢，就把我们的礼品要送给我们的林女士，好吗？好。哎，感谢您一直关注我们公共频道。谢谢。那您平常看我们那个生活调查团的节目的话，会对您的生活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有一些误区吧，就是有关营养方面的误区，不看就不知道。在看了节目呢，就会增加了我们这方面的正确的知识了。那您呢，已经回答对我的第二个问题了。哦，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份小礼品要送给您。谢谢。哇，睇到啲街坊朋友拎住礼品咧，笑得咁开心，我哋都好开心啊！嗱，今期嘅节目嘅礼品咧就全部送晒出去噶咯。如果话电视机前嘅你哋咧，亦都想成为下一个幸运儿嘅话，方法好简单，记得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嘅8:30锁定公共频道生活调查团。咁同样地，如果话你喺生活上面有啲咩疑难问题想揾我哋帮手嘅话咧，就可以刷一刷屏幕上面嘅二维码，关注我哋嘅微信公共平台。咁今期节目时间到呢度都差唔多啦，下期同一时间我哋再见。拜拜。